你哦，我找到工课啊！找到工课，是啥物款的工课？在前公司叫我去，会当请你。我准备有病叫吼，看到人伫遐大哥是白工，要请临时的药师啦，我就立去内底应征。药师，你是讲送配药材哦？袂用的啦，即款头路遐尼辛苦，你咪来做会来呢？不要啊，咱雄雄讲讲出来，我毕业文凭有无在身躯边？ 是要安怎教人应征好的工课啦？啊，不过做油菜袂歹啦，免一日干，关在办公室内底，嘛会用去四界去看风景啊，真好啦。嗯，你莫讲安尼安慰我，我知影你受得着我，才会去趁这款艰苦钱。其实你无需要安尼做啊，我只要敲一通电话，等于甲我阿母讲，我阿母就会寄钱来啊。没有。 我爸阿好人认为我是为着你找的钱才甲你斗阵的，就算讲，我管他甜管他苦，我袂用你出一家高利。嘉禾，我听着你安尼讲，我真欢喜。你放心，以后不管安怎，我会永远伫在你身躯边，永远支持你。哟，多谢你，我会拍拼，袂让你失望的。 是一个无烦无恼的千金小姐，对面对我去吃苦，你流浪。也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真心真意的对待你，绝对袂辜负你。阿婆，人讲读册读到半死，厝也伫做孤儿。 这个有影，你辛辛苦苦请养我，栽培我，读到一个博士。今仔日我刷了第三批，实在对你真不错。我真是想要亲身送一张批到你的手，求你原谅今仔日的不好。 也是想要让你知影，我甲美玉一直甲诅咒是不得已的，阮互相相依啊，我会证明互你看。美玉，伊也是一个好媳妇，相信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接受伊。阿婆。 双手抱孩儿，才知父母心；双手抱双孙，无手通咱顾。